喂，你好，这里是朋友，请听好节目组。您好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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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好，好好听的声音啊，怎么称呼您？谢谢。啊，你叫我九姑娘就好了。九姑娘，九姑你娘。好。喂，你好。几位老师，就是我有时候被劝酒。你好。哎喂，你好。是到我了是不？是的，真是，真是，哎呦，天哪，开心的呀。好，喂，你好，老师，嘿，我网名是芙蓉一枝花。你好，嘿，你好，我今年27岁，然后大家可以叫我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彭于晏先生。彭于晏，好，好，那个 AD 知道你打电话来吗？喂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这里是朋友，请听好。你好，我是谢娜。哇，谢老师啊，你好，谢老师，也没有教你什么，就不要叫我老师。你好，我是千玺。Oh my god， 我跟你讲，我有个同事是你的超级迷弟。谢谢。您好。喂，你好。介绍一下自己吧。你好，我叫小天。小天你好。喂，您好。Hello。你好，哎呀，好甜的声音。你好。你好。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？你们好，我叫一阳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嘿。喂。喂，你好。你是何老师吗？我是何老师，你好。我是谢娜。你好。啊、大姐。真的是我吗？是你是。Hello。Hello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又是何老师吗？我是，你好，你是谁呀？我叫黑头，因为长得比较黑，所以叫何老师。你好，你好。然后我男朋友一点都不信任我，但是这个人吧，我还很喜欢他。你好，喂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你。喂，你好，你好，何老师，苏苏好，苏苏你好，我是谢娜，娜姐，娜姐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千玺。